这是哪？啊？怎么直接到这儿了？造化低了，是条绝路。你这搞黑状的杀才，我不去找你就罢了，你倒敢来找我？若论多手段，你今日就该死了。王灵官，什么东西啊？打手，定得好！啊！你怎么又跑了？完了！他这个怎么办呢？我拿个芭蕉扇吹吹他。完了，心态爆炸。二阶段火圈开 ，OK。怪磕头应该没什么用吧？他好像不来地上跟我打。真的吗？哦，还真是，他不来地上跟我打的。哎，不对呀，还是能磕，伤害还怪高的。这是马戏团吗？他在。哦，掏盒子。
嗯，哎呦我操！哦，他真的好像马戏团的，我靠，挥不出来呀！傻逼！他在天上不下来，我说了，打这个游戏我最讨厌在天上不下来的。我操！芭蕉扇，这一关用啊！我一上来就把芭蕉扇交了，那可以打不过了。我应该上来先等二阶段，选了一个最笨的化身，可是这个伤害很高啊，这个石头人。但是这里感觉可以用老虎，先把它换成老虎。哦，我一鸡蛋就把芭蕉扇用了，我不知道，他还怪狠的。我把我套装换了，披挂铸造。这个是火，哎呀，我还带的是他妈的带的那个头，这个不行。我还带的是打东西的头和打东西的装备，操他妈的！我说呢。打他不用铜头铁臂，我看铜头铁臂在中间很有用，中期很有用，后面就不是特别好用。啊，铜头铁臂好用吗？哎呦我操！休得放肆！哎呦，可以飞我就劈空超。叫老虎吧，这个好像挡不住。1300，再挡。
挡不了。1400，还行。击落，操！离他远点。哎呦，我是吓老子一跳。嗯，完了，击碎了。怎么老是错过 timing 呢？开始飞了，这个逼。哎呦我，哎呦，着了着了，着火了。然后其实轮子是无敌的吗？你妈耶！我操，像他妈马戏团的这个逼！完了，我的磕头被他化解了，玩钩子，磕头磕到有人呀！我操，现在肯定输了，他妈受不了。喝酒吧，妈芭蕉扇也用不了，还有隐身用，哎，真是受不了，我都想一个缩地轻浮回家了。打个够吧呀，打！哎，没血了。
哎，不行。哎呦！哎呦，全是轮子，打他妈！两个极端的老妈，老子不是打了吗？No， 不用避火罩，芭蕉扇可以把他那个火给吹灭，避火罩只能降伤害。哎，不对，是，哎，走错了吧？好像走错了。对啊，磕到就杀了呀。这是下面，哎，别叫了别叫了，刚才就是打不打都没血。嗯，还是不是这儿？是往下走，往上走。孤掌难鸣。什么时候落地啊？哎呦，我想换。刀子红梅。还没有啊，快了。别飞 ，OK， 谢谢你，再挥两刀吧。我想找个地方叫猴子，他老把我猴子给打断。它是不停的吗？我退出来不行吗？我操！
啊！啊！我操，都没完没了的，打个狗巴子打。我可能得跑远点，没蓝叫猴子吧？哦，有，先打个定身。哦，没蓝。啊！最后一个磕头留到最后阶段，然后跑远点，给个这个山峰锤磕头，闪走！我去。先出来！哦！操，没回到。他踩这个轮子的时候，好像是无敌的，他妈的！给一两下，操你的！我都不知道弹幕在叫什么，妈一开始不知道他技能啊！我操，有云！是师兄的筋斗云了。我正愁该如何捞你，不去这云倒是乖滑，想是他在这山间云雾里躲藏了多年，感应到你的五根，记起救主人，恰巧救你一命。他既认得你，倒不如先使唤使唤他。我虽能化风，可驮不动你的肉骨凡胎。天兵天将来了这许多，山里定有大事发生，我们且去瞧瞧。花果山，法术就是跑得快呗。来吧。去哪儿啊？去雷劈的地方。我操！哎，左边有个怪。直接去雷劈的地方，看怎么事儿。我操！啊！
云路，怎么全是 boss 啊？这关，我操！等一下，哥们，甚至现在连磕头都没有。看不见，这看得见鸡毛啊！哎，我是叫人吧，帮我打打路。我他妈不知道是咋动。这太离谱了。啊，怎么还是无敌的？操，你也会飞？哦，一下就满了。我操，冻住了，哥。这他妈什么狗吧？这个要换电风柱打吧？不然这咋打？这风太痛了。他已经输了啊！还有，哎，我操！啊，还有二阶段，我操！但是他好像不来找我，垃圾，怎么办？我劈不到他。给他吹一扇，我操，他这个血有毒啊，他妈的，哎呦，我操，好恶心啊！我操，能不能别在这滩血里面打？哎呦，我操！直接乱砍吧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劈他！哎呦，好恶心！
上去，上去 A 他。还好没换定风珠也打赢了。二阶段因为我是立棍，所以好打，因为我刚好是立棍。如果是劈棍的话，还蛮猛的。什么意思？哇，这不是堆堆哇吗？我撤，连鞋都没有。有你们猴子在，老猪次次都穿什么袜子？神智，日后平步青云了，可别忘了携带携带叔叔。别学你那祖宗，好事不曾想过我，脏活累活全拿我顶缸。此处聊账，再去别处看看。Okay, fine. 偶思不明，好好好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红的，增加暴击率，牛啊！现在去哪儿呢？哦，那边也有打雷的。这是要整一套红装啊！但是我没来嘞，哦，满了，这是打什么？尸魔。犀牛，我操！最怕这种东西，转来转去的，最怕这种……哎，野猪撞犀牛，我操，四打收发352打收发，我老猪要打球，完了，他不理我，全在打八戒。哎，头头头！哎，还打不到头啊！八戒，你快滚呐！操你的！
我操，他完全不吃这套哎。打不动。哎呦，捡错了。哐哐，啊，你妈猪八戒，我操，老子跟你没完。你别打他了，定身要破了，嘎逼！屁！断脚了，快打！叫我儿子上！屁！猛打，猛打！屁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，还丢大便！完了，没劈到脚，操了。打我呀，操你的！来呀，你妈的笨东西！哎呀，猪八戒，我真的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哇，嘎逼！我受不了了，猪八戒，我操你的！我喝一口蓝吧，我想想办法。我得蹭两下。猪八戒，我真的，你能不能去死啊？完了，可控，直接进。哎呦，他把这个怪拧的
我打不到啊，你妈的，我他老把人引开，好烦啊，你能不能滚啊，我一个人打。哇，这个逼，哇，你快滚啊，我操，我到正面磕头可以破脚，但是他被猪八戒引走了。哇，真的烦。哇，纯出。正面磕头，直接碎脚。召唤儿孙上来一起揍，你直接立棍等他过来，一个劈，操你奶奶，棍直接劈，八角扇，我他妈拿不死，这什么，我打不到他，我操，你可怕服了，他妈飞起来的时候啊，为人为彻，不行我且帮你一把，睡觉，你他妈躲，打你定钩，我别吧，直接劈，叫老虎，你来呀，你妈的，你别找八戒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随便找他，找他定劈两刀吧，我他妈的真无语，哎，我是他哥，真的，上去砍个够拜啊，移速慢得很，叫他过来啊，他来了，哎呀操，把他定了，不急，等个定身，蹭个，我的我操，哦哦哦，哎，直接上来一个磕头，送你跪天，个毛弹幕，懂个毛，我超帅啊，这是师兄的锁子黄金甲，这猴子和老猪一样
浑身是宝，不光自己死不透，连披挂也化作了山中灵物，还想着杀光天上鹰犬，要他们下去作陪呢。若不能先一步收了他们，却要被这些废物盗去了。老朱，先去寻寻其他姐姐，你速速跟上。他又跑了，你咋不在我打他之前跑呢？你个逼呀！我真受不了。好好好，哪还有闪电？左边没去吧？哦，怎么有个蟋蟀？我特啊，直接开打呀！你好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他打我。人呢？他妈的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拜拜。人呢？让我腾云。蟋蟀跑哪儿去了？给他吓跑了。这边有声音。还在上面。这里没有啊。哦，在那边还在飞。我去，你好，抓住！啊啊！不是长按抓住吗？哥们抓了呀，我是你哥。气力不够，我没送啊！我操，差点摔死！不过我刚好要回去，回去炼丹房那边炼炼丹。动画松手，你别松一，我没松啊，我一直没松。哎，怎么不回啊？
足慈悲，好汉扶手，小仙昼夜殷勤，方得此灵药。气力，阴阳生五行，外敛成法。啊！吃药吃药，若论出身，更不公道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懂。没整明白，我先看一下我的武器可不可以升级啊？完了，我还得清张道。怎么进花果山呢？不用开点，兄弟，这边就是直接飞。蟋蟀，人呢？我好像飞错了啊，没有。我操，这花果山这么大！哦，在这。嘿嘿嘿，我来了！啊啊啊！我操！超过飞了，可是我一直不松手的话，刚才就不够了。对啊，我想着先松个手，然后恢复一点，然后继续抓，300点就够。我现在哦有哎。哦，那够，那就重新去找他，小逼，不用点，不用点，哦，来了，喝一口药。让我抓一下呀。你在抓哪？啊！啊！这什么视角？操你妈！我 bug 了。我 bug 了，我视角不对，我没松，他妈卡 bug 了！一天，
他人呢？他飞哪儿去了？耶！往回走。那是左边。300点就够，我350点那肯定够啊。我妈下不去啊，兄弟！我的视角真的有问题啊！我没有按空格。我操！为什么？好了，现在好了。哦呦，别掉啊！哦呦，鸡！马上给自己抓死嘞，还抓？用不了。不让用，我刚换上 CD 没好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不用血，不用喝血，直接就给他抓住，铁钩。把他脚拔下来，给我自己了，我操，这双马尾帅啊！好，有这两根呆毛，你愈发像那猴子了，只是莫学他以强撒泼就行。那猴子宝贝多着嘞，老朱再四处探探。
然后现在起飞，剩下最后一个镇了，我看没有打雷的地方。是不是那个有雾的地方？感觉是。哇，最后一关做得好帅。哦，你看我这个感知能力还是不错的吧。一开始是有电的地方，第二个是有第二个也是有电的地方，第三个是有声音的地方，第四个是有雾的地方，真不错。谭兰，砰！进去吧，进去吧！进鼻子里了，进肚子里了。神智，快救我一救！这东西可不好消化。哎呀！我朝阿卡丽原形。哦，急性胃炎了，喜欢乱吃东西。碧碧狼，什么逗逼的名字？干嘛？哎呦，他给我猴子猴孙吞了，操他的！哎呦，哦，好痛！妈带了个避火罩没用啊，兄弟！
得很，是个别的啥法宝都过了，操了。哎呦我操，屁股也有。疼死逼啊。哎呦操，打不过来。操你妈！哎呦，我这好狠！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随便带个别的法宝就过了。啥卑鄙火招？带个芭蕉扇赢了。刚才那个避火罩也不能开，你妈的，就知道有一天会被弹幕害死。芭蕉扇绝对过了，受不了，刚才不用避火罩也能直接过，这受不了，单品这受不了。哎，这里有个土地庙，我先上个香。能开，你那是卡 bug 了，卡个毛的 bug。啥都是 bug， 卡毛线，真受不了，真受不了，真受不了。别退啊，给他跑了，操了，不想玩了。他那个右键放，看不见了，还好斗出来一下。他给我猴子猴孙吞了，现在我开始叫猴子猴孙。先挥个芭蕉扇，然后芭蕉扇好像还在 CD， 每次一换法宝就在 CD， 但不非要讲是 bug， 我真服了。因为老虎的技能很难中，很容易空，不如一刀子劈。女生叫。让我趁机喝个药嘛，别打我。屁你！哎呦我操，他咋又打我？他妈的，我以为他会打我的儿子。哇，这个猪八戒真是跟弹幕游戏逼一样吵。陈云 bug 个球，本来就是换法宝之后得调息，刚换法宝就是用不上，哎，但是我想二阶段用，无所谓，不用调息，直接进去。啊，弹幕跟我说我是 bug 了，真醉了。
我直接摘耳机。这草蛮，打死我！重来。我直接屏蔽头发眼，摘耳机。你怎么不冲用啊？现在还有几分钟，还十分钟就要开始鹅鸭杀了。首先把 YY 打开。颜值你不中用的，凡是在弹幕发这个的都是在承认自己是猪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上来先动身，我不贪心。叫回，让他们。劈！我操，又把猴浪费了，他妈的！二阶段叫。无所谓，我都跳过动画了，还有这么久。完了，追不上了。妈在墙角，我看你怎么搞。劈劈，没劈出来，可惜。我得等个定啊。我就知道屏蔽了，随便打。这个猪真的太吵了，怎么可能打不过？哎呀！哎呦，恶心，好吵。今次又老小侄救命了。对啊，第一把法宝对了就过了，我真受不了了。老猪吃素，想必里面也不是阿杂。哎，你莫嫌，你莫嫌。好恶心。好在你把这东西取回来，不算太亏。
现在师兄的金甲都攒齐了，该去那水帘洞里坐坐来。你随我来。给了个啥？臂甲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好好。哎，自动穿了，那没事儿。水帘洞在哪？感觉是这边。我在这儿。为什么不让飞了？我操！我在花果山真的是连导航都不需要，太牛了！这就是我该待的地方。嗯，为什么不一腾云？雨天不能登机。我操！雨天航班延误。那我他妈咋进啊？小温四条腿怎么说话这么凶啊？哎，他从哪走啊？哎哎，不是这吗？哦，原来可以跳，我以为会摔死。噔噔噔，哎，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，不是这吗？要给他撞开吗？啊！往这里走，这里是我刚跳下来的地方吧？啊！这是我刚跳下来的地方呀。哦哦，这里。我操，这是我的金箍棒吗？我操！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可以直接拿吗？还是要打什么东西？让我摸一下。猪八戒这个眼睛要滴一下那个左氧氟沙星滴眼液了。我操，红的一逼，跟我家那金毛似的。你是哪里来的彝人？我这大圣部下的群猴都是一般模样。你这嘴脸生的各样，相貌有些雷堆。哼，正是
别处来的妖魔。自从西行之后，我许久没来过此处了，不想还是这模样。当年他在这座上还压着我给他磕头呢。原来藏在这里了，果然连观音都说那猴子一毛不拔，这东西必然也是留给猴子猴孙的。老侄儿，还是你来试试吧。好久没放音乐听歌。我操，直接拿吗？直接拿吗？真的直接拿吗？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打吗？直接拿吗？直接拿吗？直接拿吗？那我拿了，我真拿了，我拿喽，我拿了，我拿喽，我操，直接拿。这个时候一个桃子掉下来砸到猴子的头上，猴子直接死，游戏结束。我他妈完了，我突然想起来我鹅牙杀没换这个圣卡，我咋玩啊？我撤。拿了这东西便不再有退路。你这模样倒是与师兄一般无二了。我他妈推流阶，披挂齐整，兵器凶横，速速上山，让我看看那老猴子弄个什么把戏。那我得换电脑推流啊，太逆天了。喂，先把套装穿上。偷，我说你们这朋友们，这个、图片给大家看吧，我就说给你们一人送几十个能，我说我给你们一人送，不就给你省钱了吗？我操，感受一下，先回去感受一下。速速上山，那老猴子说拿起。什么？我7:40就在这个歪歪了，不用你们提醒我。我今天本来要去演唱会，我都没去，我跟着鹅牙杀，他妈的还是杨千嬅的那场的门票。你们觉得我有可能会迟到？操了！都藏金丹之道，我怎么以为写真？我是兄弟，你不要搞嘞。多天地之秀气，你搞搞林青好吧？日月之华。我操，你还会现在还会讲上海话，林青好吧？嗯。哎呦，累死我！为什么不去？因为昨天我已经通知了，我昨天搞忘记了。查天地动静之敌性。我操！我这几天老倒霉了，哇！没睡了20个小时，感觉好了。吃药，吃药。昨天晚上找一下萤火打一架，我操！跟这个黄夫妇跟崔神狂吐槽。
那黄富跟崔神有没有安慰你吗？你就说。有的有的有的，昨天我的直播间说好了呀，然后今天我一看日期，我操，因为玩黑人王悟空玩的已经忘记了，好多了好多了，然后到现在才知道，他妈到现在才想起来，我以为你偷偷哭去了，操了，我那会儿睡觉去了，我跟你们说完我就睡着了，感受一下，怎么直接妈，怎么直接进去了吗？不是，我很坚持。OK， 我要发马了。OK， 四、三，坏了。一，440多。OK OK OK， 出来。呜呜呜！磕个头多少？2200。乘风。完了，我打K神话，我把那个鹅鸭杀卸载了，我重新装，你们要不先开吧？没事没事，婷妹小冉在开机，鹅鸭杀很快的，昨天我帮他装也很快。吹吹吹吹吹！你咋了？你玩的 V game 吧？你要删了他游戏？他也能给他飞了。叶老师，我安排卡了，我把所有游戏全删了。我不是，昨天我弹幕才有人说记得把鹅鸭杀下载回来，我死。谁会去杀鹅鸭杀呀？原来是你！我所有游戏全都删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没事，提妹小冉也是。怎么了？开个双麦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能开个双麦？好，劈个满的。开你吧了！劈个满的。我黄姐明天生日，讲话都给我注意点。还行。你讲话注意点，我在调板子的啊！我现在权力最大啊！OK， 把游戏推掉。我可以这个电脑用那个，然后到我游戏发言的时候我用 YY 发言。这个电脑搞一个耳机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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